念佛保康宁。清末的浙江嘉善，有位周气南先生，他的个性忠厚，平常又爱帮助别人。可是有一件心事，一直使他非常烦恼。哎呀，都五十岁了，还没个儿子，将来谁来传承我们家的香火哟？嗯，想来想去，周气南先生就决定去杭州天竺山祈求佛菩萨，求您灵感保佑，赐给我一个儿子吧。果然，后来他的夫人就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周乃勋。周乃勋生下不久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于是他们就搬到西塘居住。娘，乃勋真是聪明，只要看过一遍就把书全背了起来。周乃勋小时候跟着姐夫念书，就能过目不忘，所以他在17岁就已经有了功名，因此浙中一带的人都晓得他的名字。由于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，周乃勋就进入上海理科专校学习理化生物，毕业以后就担任老师。老师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实验？哎呦，他死了！老师，这只青蛙不晓得为什么死了。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周乃勋看见学生不小心弄死了小动物，心中非常难过。从此以后就决心吃长素，皈依了三宝，开始念佛。因为母亲的劝告，他才又继续教书，同时在休假日为一些青年学子讲解佛法。周乃勋侍奉母亲非常孝顺，同乡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孝子。哎，虽然大家都说我很孝顺，可是娘病了这么久都没好，连父母的病都不能代替，这哪算是尽孝呢？于是有一天早晨，他就起来焚香礼佛，并且刺破手指头，用血写了南无阿弥陀佛6个大字和愿同念佛人共生极乐国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，这20个一寸大的字，希望能为母亲祈求康宁。当天他母亲的病竟然豁然痊愈了，大家都说周乃勋的孝心感动了天哪。